舞蹈当中的第四个动作是我们的汤勒威训练。汤勒威翻译成中文的直译叫做我们的单腿跳，这个动作也是很舒展的一个舞姿。新同学先跟老师把舞姿摆得漂亮，咱们再慢慢的去起跳，循序渐进。刚开始如果做不了快速的，咱们可以先放慢节奏跳，如果跳不起来，咱们可以先摆舞姿啊。姐妹们一起加油，准备迎来第四个动作。转身很美，是不是？咱们一起要保持住优美，其实享受舞蹈的过程最重要。不管现在能不能跟着老师学完整的动作，刚开始先跟着老师把单一的动作练好，享受我们跳舞的快乐，要带着笑容，感觉整个人是投入在我们的音乐当中，投入在舞蹈当中，踏步在后点地。脚如果不能绷脚，咱们先做半脚尖的踏步，绷脚往前上，手脚是顺撇的，打开舞姿，向后退，双手打开，再来出脚上步站上来。二贝斯的舞姿在摆的时候注意抬头挺胸，感觉整个人都是舒展的啊。换脚反方向，旁边的手微微朝下，不要举得太高了啊，双手打开，再来上步，前面的手对着斜上方各方向的手指头都去拉长，再来一次上，一臀大肌要收紧。有同学一坐后腿点地就站不稳，为啥站不稳？其实就是因为臀部没收紧，屁股根收紧了，两个腿去找交叉夹住，手打开，收好 Pas de Bras， 手从下到上，呼吸打开，Pas de bras， 手在前，落好点地，看看能不能带上一点点的节奏起跳，打一二，手打开，半蹲行礼，再来一次，上步带上推地的起跳，推，要感觉把我们刚才摆住的那个漂亮的舞姿在空中能停住。换脚反方向起跳，汤勒威，手打开，后腿的膝盖姐妹们尽量伸直。咱们这个舞姿重点不是你的后腿要踢得有多高，而是要保持住我们漂亮舒展的舞姿在空中能有一个停留，有个摄影师给你拍张照的话，能在空中抓拍一张美美的照片啊。再来起跳，行礼，反方向迈步站，再来起跳，半蹲行礼，收脚站好，把我们刚才的风流延伸。爱过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风流画，手打开转身，阿郎身延伸往远转，转过来，收好，加上汤勒威起跳，一，手打开，轻轻落，非常好，迈步踏步。芭蕾有啥用？姐妹们，有很多东西咱不是说有没有用的，最主要老师的课程是带着大家练气质，一起感受芭蕾的优雅。收回，而且是享受跳舞时整个人自信的状态，是不是？吐气，呼吸，手打开，收好，
成功完成，彩霞可是累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同学们一起扣个加油，给自己加加油，给直播间的姐妹们加加油。其实你说咱们每天跳跳舞有啥用吗？当然有用，每天锻炼锻炼身体其实都是很好的，是不是？而且老师芭蕾的形体课程也是带着同学们欣赏高雅艺术，感受美，变成美，要跟着老师一起让咱们自己都越来越自信啊。今天的四个动作成功完成，好，一起迎来咱们今天的舞蹈练习。同学们一起扣出女人花三个字，跟着老师迎来正面背面两遍的示范了啊。带着笑容享受自己的状态，享受优雅，要感受到自己在跳舞时整个心情的舒畅。再来，呼吸，愿意跳芭蕾舞啊，一起加油。小小的花朵，小五花做得不太好的同学，咱们重点就是先把这个花手打开，双手落好。第一个动作向前走，行进步 walk， 行礼板蹲，要感觉自己已经化身了那只优美的花朵啊。手脚交叉向前走，一手变成一个花朵，手打开，向后退转，脚下让的让画圈，蹲到站，带一站上来，单腿蹲，爬的不累，蹲住，饱满的精神和与众不同的气质。真的姐妹们，走在你马路上的时候，咱们练了芭蕾和没练芭蕾，你跟别人的气质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啊。呼吸，手摆开，反方向同样。这也是为啥像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学舞蹈的女孩，你会一眼就看出来她是学舞蹈的。帕德波瑞，不管咱们现在是多大的年龄，芭蕾梦、小时候的舞蹈梦，老师都能带着大家一起实现。加油，迈步，站好，手打开，五六，呼吸。Pod bra， 手从下到上，肩膀往下沉，要保持住后背的挺拔。呼吸，向旁小碎步走过来，左脚啊往左转，蹲，左脚西帕塞二贝斯延伸，轻轻落好，臀大脚收紧，双手打开，双手放好在胸前，享受优美法郎赛，手臂摇摆，感觉你的手是在风中摇曳。上步站阿尔卑斯一，双手延伸，双手打开，再来一次芭蕾。向前上步，双手往前，双手打开，打开手，落好，单腿蹲，风丢，手脚交叉，风丢，手脚配合，转身变方向，半蹲，站住，打一转圈，站好，趟了位起跳，打一二，双手打开，收回，向前，小小的花朵，向上，好，旁点地，出脚，双手打开，向前站住，阿尔卑斯造型摆住，双手带动，往远伸长，
收。成功完成，姐妹们，完会两个字，新同学刚开始没学会，咱们每天的基本功跟着老师一起加强。其实所有完整最开始都是把杆上先单一完成动作，再脱离把杆到中间，咱们就是先从手背变成自己的手心打开。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找手心的这个转动，要感觉自己的这个花朵去成功完成啊。来，接下来姐妹们，咱们背面的练习继续完成，背面看看能不能让咱们的动作熟能生巧，完成的更有进步。准备好，姐妹们，抠出背面两个字，跟着老师背面继续出发。
收。成功完成，姐妹们，背面的练习成功完成。同学们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背面动作已经完成了，更顺畅，更有进步了？有进步的同学也可以全屏扣出进步两个字啊。